跟所有球迷来分享一下。就是很谢谢大家经常，七场真的不，真的蛮辛苦的。那么喝醉了吧？从第一场这样子满场，看到今天最后一场，是过程中真的让我蛮感动。那我想要特别说的是，他跑到哪里去？他跑到哪里去了？然后给我真的，我从比赛刚开始就一直觉得好像快要流眼泪那种感觉，因为他们的拼劲什么，其实蛮感动的。那么酒醉了吗？忍到最后才发泄出来，真的很谢谢他们带我进来总冠军战，然后让我拿到第一次的总冠军，谢谢。掌声给他们高拍掌。没错，大家在这里进冠军，相信明天。拿我在干嘛？拿我在干嘛？都是回来帮我们的阿信哦。好，那天信老师在今天的一个赛前，昨天的拿我在干嘛？发放你的这一个小贴。你这个贴纸的一个创意是什么？拿我在耍大旗。